唱 K 眼超超，少女被剥爆头。阿豆，豆，同呢个廿五岁女仔一齐受伤嘅，仲有三个后生仔。上大先啊！上大先啊！上大先啊！佢哋成班人有成六男一女，寻日凌晨喺元朗合财街唱 K， 同另一班人喺走廊碰撞，眼超超就嘈起上嚟啦。之后埋单走人嗰阵，俾十几个男人爆樽追打。警方已经翻睇闭路电视追缉凶徒。